当时晚上开车12点多，我就看到半边天都亮了，我以为是打雷，然后往右一看，看这个圆球，然后一下就没了。对，当时可亮了，就跟白天是那么亮。啊，青岛也有，刚才那是内蒙古也有。绿色的。哎呦喂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要敬畏老天爷吧，啊，黄老之学给判断，就是有人干坏事干的太多了，老天都发怒了，给你们眨眨眼，告诉你们要报复你们了啊！如果还一意孤行，不悬崖勒勒马，不悬崖勒马，啊，不悬崖刹车，老天爷就要惩罚。